这是你好不好？啊，是你好不好？怎么样？这边后头有一个，后头去，这屁股是不是？我二号嘛，在这个胡子山农村，绝对你不让他挂单了，我那给你供气嘛，绝对有供气嘛，相信吧。啊？就说这个。这个是？哎。不是，那今天为啥没事儿？昨天是上的金牌，这个，昨天上的金牌。这个我觉得项目定的八字强强的，这个我一样。今年是今年是就喜欢那种水平，哎，这个可以，那十年嘛，十年好不好嘛？那个裙子好看，我有点喜欢它这一套，这个裙子套那个花衬衣，多好看。这套绿的，啊，橙色的，啊，套橙色的，啊，那个那个花衬啊，就是个花的。你高看高看，我觉得多好看，可以可以，我还想和比嘛。是高看。我这一身高看，老板你们心情是不是？啊，先走两步。你是显眼点的个。我不喜欢那种像刚才那种溜来着，看啥子？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男女都可以穿噶。啊，这个，我这价钱。加点儿。这个说实话，这个他说句实话，他拿回来卖不就按我穿的。我下去。知道。不换个。不晓得。你我进去是不？乖嘛，你搞忘记有个人。我搞忘记有人在里面。翻翻了。翻了，他在后面哦，是在后面。这个我二叔的嘛，他是在，他是在后面。在后面。哎，你别说真的，我今儿这还可以。两个我们俩好配哦，嘎。我俩好配，你咋都这样子穿？看见不？看见了。哎，你拿的衬衣那 T 恤都卖了，这是另外的 T 恤了。我拿 T 恤都卖。哎，可以的。嗯，可以。哎呀，你看，现在多好看。你把那个裙子给我买到嘛。哎，我觉得这身子这个装啊。哎，我喊你给我买了，你咋这么开枪啊？装啊，我话没说完。再一会儿你说。哎，说啥？就衣服，你说是男的吗？是女的吗？女的。女装。那行。男的也可以穿啊。对呀。主要是中性的。嗯。哪个裙子嘛？就小何身上这一套。哦，你穿不起来。我那天看他发朋友圈，蝙蝠袖，对，这样子喜欢，可以。这个啥子？这个是内衣嘛？内衣吧？啊，想穿了就穿了去，对不对？那会儿买了不就洗一下？我也是男人，不是穿裙子。以前男人不是穿裙子啊？啊，我要现在不可以了。古代男人不是穿裙子吗？啊，我要现在不可以了。其实我穿裙子可以。因为这个风一吹就很凉快，哦，是吧？老板，裙子洗衣服给他磨着。你选啥子衣服给他穿嘛？别大衣嘛，对，管你这儿别没奶奶。穿人家笑你。我见他们到处挑这个衣服。以你这个气质啊，你看我这个发型，你这身高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件衣服就是你量身定做的，你看一下啊，它的腰围。你看我这发型，都不会做。不会做，不会做，你可以试啊，试啊嘛。你先搞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种衣服真掉价，人家看到，人家很想见呀。那铜，这铜龙裤儿。铜龙裤儿。这个不是铜龙裤儿的，我农村穿铜龙裤儿，不是吗？你小时候穿铜龙裤儿吗？这是喊的名字，高档了，喊的啥子？卫裤。卫裤。就是以前铜龙裤儿的，是吧？春季衫儿，铜龙裤儿。一天五千块可以不是吧？不是五千块，一天卖上两千块钱。我不要求，我每天都卖。说话我就了解嘛，每天啊，然后就跟房子一天出200，你自己要算2块工资噻。哎，这个人家都是当一分钱老板都不打一块钱工资嘛，账是不算噻。这些老板他自己都是。我还是个老板儿噶，想卖不也是个老板儿噶。是啊，一个王总，把袋子都看嘛，袋子。哪儿？二十七，哦，多少钱呀？这好看的不？
嗯，就是说比前前面广告好看的。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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